杨幂出生于1986年，她在31岁的时候和赵又廷、迪丽热巴、高伟光等人一起出演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她在里面饰演的是四海八荒第一美女白浅。白浅是青丘地基，是一个很怕欠别人人情的人，因为她的年岁很高，辈分很高，所以白浅被很多人称为姑姑。她在年轻的时候是墨渊的徒弟，这个时候的她女扮男装和她的师兄们一起生活，当时和她的师父有着一段很微妙的缘分，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杨幂饰演的白浅被很多观众称赞，她在这部剧中的演出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，于是杨幂的人气就大涨。杨幂有一个外号叫做带货女王，她的时尚品味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。下面就来让我们看看美美的杨幂吧。杨幂最近现身某活动，她穿着一件波点网纱裙，这件裙子有着很飘逸的布料，也有着很修身的剪裁，将这两种结合起来就是显身材的神器。杨幂的发型很优雅，她很适合卷发，卷发可以增加她那优雅知性的味道，很是迷人。杨幂的身材在裙子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玲珑有致，尤其是垂顺的布料让她的身材显得十分完美。其实杨幂的包包才是最有看点的，杨幂的包包应该说是最经典的包包，但是就是因为太经典了，由于包包有着端庄立体的剪裁，于是就有了另一个外号板砖包。很出戏的是，这个包包上面有着两根很大的链条，杨幂背着板砖包现身，包上的两根铁链子很抢镜，因为包太重，不过还是很好看的。杨幂还有很多好看的造型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杨幂身穿一件黄色的裙子，这件黄色的裙子采用白色的裙子打底，都是很清新的颜色，给人青春的感觉。